老婆，你安怎吧？我无代志。啊，你准备的钱？我袂替阮太太性命讲算账，咱一手交钱，一手放。既然你都已经要死啊，安尼，我替你死个清清楚楚。你滚！查理，关你入小学。啊，刘松啊。既然伊的目标是你，我即摆就改造是你，来了解伊。我无可能进来无道理啊！就算我是有着巴肚内面的囡仔，救命！真正是华足感动的，想袂到你竟然愿意牺牲家己，成全查理，阿个柯小轩啊！唔知为虾米呢？逐摆听你讲话，我拢感觉头壳疼疼。拢到这地步啊，你够心情搞我下？真正是华愈看愈惨。婚礼哦，简单大方，安尼就好啊，无必要的开销，咱就卖开。顶届你甲我讲的迄招哦，虽然有风险，但不过应该提出来用啊。老婆，你安怎吧？我无代志。啊，你准备的钱？我袂替阮太太性命讲算账，咱一手交钱，一手放。既然你都已经要死啊，安尼，我替你死个清清楚楚。你滚！查理，关你入小学。啊！这是一张五十万的机票呢，这哦，就当作是我这个阿兄对你的鼓励。这是无知名的机票，所以哦，你得好好保管。刘松啊，既然伊的目标是你，我即摆就改造是你，来了解伊。我无可能进来无道理啊！就算我是有着巴肚内面的囡仔，救命！真正是华足感动的，想袂到你竟然愿意牺牲家己，成全查理，还佮柯小轩啊！唔知为虾米呢？逐摆听你讲话，我拢感觉头壳疼疼。拢到这地步啊，你够心情搞我下？真正是我愈看愈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